阳光无私地普照地球的每个角落，但我们需要拥有能够捕获阳光的材料，才能真正将其转化成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电能。在这方面，中国明显更擅长。我们生产的晶硅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超过26%，流转到世界各地，每年可以为全球贡献近2%的清洁电能。相比之下，铜银加锡薄膜发电玻璃则可以更好地同建筑融为一体，拓宽太阳能发电新场景。而最新研制并量产的钙钛矿电池，将会进一步将光伏发电成本降至火力发电之下。在中国，太阳能发电方式已经多到超越想象，它们彼此互补，相得益彰。不仅为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按下加速键，也必将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中国力量。九月，福建夏日的热浪还未退去，一场低温测试即将展开。8平方米的密封箱可以制造-40摄氏度的寒冷。迎接挑战的是一款新型动力电池，钠离子电池。电动汽车拥有者大多有过相似的经历，每当步入冬天，续航里程就会大大缩水，甚至打开空调取暖都是奢侈的。症结在于，目前广泛选用的锂离子电池非常惧怕低温，就像寒冷中手指长时间暴露在外会变得不灵活，锂离子同样也会冻僵，以致放电时嵌入正极的动作相当迟缓，前边的还没进去，后边的就到了，锂离子们开始堵车。这般内耗会增加电池内阻，自然可以向外输出的电量就变少了。而今天测试的钠离子电池或将破解这个窘局。透过橱窗可以看见，测试电池在严寒中努力表现。钠离子经电解质的传导，涌向负极完成充电，再返回正极实现放电。不惧严寒的钠离子自如地摇摆于正负极之间，怡然自得。工程师欧阳楚英正要看看他亲手创造的这个电池界的新物种到底可以坚持多久。目前来看，半年不是问题。相比电池近200年的发展历程，半年时间算不上长。1800年，科学家把铜核心堆叠用浸泡过盐水的纸隔开，制成世界上第一块电池，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化学能和电能结缘，后人沿着这个方向奔跑，发明的电池让人眼花缭乱。作为区分，人们通常以材料组成为电池命名，材料对电池的影响可见一斑。铅酸蓄电池是世界上第一块可以充电的电池。世界上第一辆电动汽车随之而来，比燃油车出现早了近半个世纪。可铅酸电池能量密度低，仅能支撑极短的里程，电动汽车因此错过了先发优势。后来，以镍为电极的一系列电池相继问世。5花8门的镍系电池，虽说能量密度有所提高，可是要么成本高，要么寿命短。更可气的是，那个时候的镍氢电池，它总会自动保存最低的充电和放电记录，偷偷缩短充放电的极限。至此，尽管科学家绞尽脑汁，电池还是不堪造就。直至20世纪末，
美国物理学家 Golding North 驯服了活泼金属鲤，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的锂电池这才姗姗来迟。从锂电池开始，人类真正摆脱了线缆的羁绊，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开始流行，电动汽车得以重归江湖。到今天，锂电池如雨后春笋，可作为它的主要原材料，锂在地壳中的含量不足万分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国，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未雨绸缪，把目光投向和锂有着相似化学性质的钠。与锂不同，钠以带电离子的形式广泛分布于海洋与陆地，通常与氯组合成盐，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丰富人们的味蕾体验。进入人体后，维持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虽然我们对钠并不陌生，但用它做电池前所未有。欧阳楚英关于钠离子的梦想被安置在这座仿真模拟中心。不同于传统的实验，运用仿真程序，结合过往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对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进行筛选组合、模拟测试，大数据的加持，让电池的研发按下快进键。短短十个月内，欧阳楚英和他的助手们就通过数据手段筛选确认了钠离子电池的材料体系。这是我们用这个找了这一个精细原理分子动力学的结果。由于钠离子半径比较大，这个在位置决定性质的元素周期表上，钠和锂虽然只差了一行，但钠原子半径远大于锂。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可以提供更大空间的负极材料，以便孔径更大的钠可以自由进出。硬碳为什么可以？硬碳实际上第一，我们靠的是硬碳，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多孔，这种小孔。正极要添加其他元素，屏蔽钠与钠之间的作用力，以保证正极结构不会因钠的进出而变形。现在钠离子电池的话，它也是三元材料，它甚至会更多四元。它里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是镍，一个是铜，一个是铁，一个是锰，这些可能会比较多。原本格格不入的钠离子在新的材料体系中终于可以随遇而安。而低温测试是钠离子电池产品上市前最后一个关卡。我看这个容量保持率还可以吧？能达90%。数据显示，钠离子电池在不间断充放电2000次后还能够健康的运行。这样长的循环寿命足以让钠离子电池名垂青史。不仅如此，数据还显示钠在低温时的流动性优异，与之正相关的是电池的放电效率，这和锂电池在寒冷中懒散又娇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第一条钠离子电池商业化生产线闻讯而动，把固体的钠材料进行真空搅拌，得到的泥浆被均匀涂抹在以每分钟80米的速度向前行进的薄质膜布上。卷绕、分切、装配、焊接、注入电解液。第一代单体能量密度可达160瓦时每千克的钠离子电池整装待发。工程师们已经在为他们谋划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低温它性能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把它用到南极去，或者用到那种非常高的这种山峰，珠穆朗玛峰，或者说我们的这喜马拉雅山上去。
当低温不再是问题，钠离子会让电池的触角伸向更远。